哈日族的好消息，随着日元持续走弱，日元兑换台币汇率今天早上开盘价来到了0.2814元，创下十个月来的新低，直逼0.27元大关。日元兑换美元也已经贬破了114元，受到美国年底将会升息的影响，大环境预期日元还有贬值的空间，日元兑换美元有机会来到115元大关。